2月25日，摄影师曝光了近日拍到陈羽凡现身的画面。照片中，陈羽凡一身黑衣，低调现身，与好友站在路边说笑聊天，一副心情大好的模样，身材发福，非常明显。据悉，歌手陈羽凡在去年11月吸毒被抓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。警方认定吸毒成瘾，陈羽凡要接受为期3年的社区戒毒。风波之后，陈羽凡一直没有公开现身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